可得闻乎？师旷曰：居得一薄，不可以听之。平公曰：寡人所好者一也，愿闻之。师旷不得已，远行而无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鹤二八级。呼郎门，再奏之，严谨而明，疏易而武。平公大喜，起而为师旷寿。反坐问曰：因无此罪卑乎？师旷曰：有。昔者皇帝以大德鬼神，今居得一毛，不足以听知，听之将败。平公曰：寡人恼矣，所好者一也，愿遂闻知。师旷不得已，远行而无知。一奏之，有白云从西北起。再奏之，大风至而雨随之，飞狼瓦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惧，伏于狼屋之前。晋国大旱，逝者三年，听者或疾或凶，夫乐不可忘心也。太史公曰：夫上古明王举乐者，非以于心自乐，快意自愈，将欲为治也。政教者皆始于因，因政而行政，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，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。故勾动脾而和正肾，伤动肺而和正意，搅动肝而和正人，真动心而和正理，与动肾而和正志。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意，贵贱也，上以示宗庙，下以变化民术也。其长八尺一寸，正度也。贤大者为公，而居中央，君也。商张右傍，其余大小相似，不失其次序，则君臣之位正矣。故文公因，使人温书而广大；文商因，使人方正而好义；文讲因，使人恻隐而爱人；文真因，使人乐善而好施；文语音，使人整齐而好礼。夫礼由外入，乐 PG 523，自内出。故君子不可虚于礼礼，虚于礼礼则暴慢之行穷外，故可虚于离乐，虚于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。故乐音者，君子之所养义也。夫古者，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，卿大夫听其色，知音未尝离于前，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义也。夫淫一生于无礼，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，目视威仪之礼，足行恭敬之容，口言仁义之道。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有入也。所引述赞乐之所欣，在乎防御。陶心唱至，鼓手扰足，顺渊萧韶，容称熟序。沈英之政，官风艳俗，端如冠珠，青铜扣玉，洋洋隐耳，潜音于躯。PG 524。